爱你，哦，哦，伊里那个介绍对联吼，哦，安心我着好好做一个咱只对联吼，咱对联中这两对对联吼，就是有咱的根源，这两对有咱的根源，有新的甲咱结合吼，啊，我这边是新竹文正中地的语言工商文艺片天下。哦，啊，这边是第三线为连化教科学不归道地度乾坤，哦，这是对联的这个叫做配对，哦，啊，这款两个叫做心意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啊，恁即摆呢，即摆这个这边这边叫做新儒文正宗，咱即摆就是儒家英文三级目标。白平洋普陀这段时间叫儒家英文，所以因为儒家英文咱这边这都唔免出家做和尚，人工唔免苦修苦练，所以这是儒家英文。咱有咱在家这都在家修道，在家看学习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儒文，哦，啊，儒文基本就是正宗这些语言。咱这里是这个大道是正宗，唔是唐书，唔是无道统的，唔是无宗书的。人讲正宗的对啦吼，正宗的物件啦，纯粹由迄个地方出来，讲做正，叫做正宗，正宗的啦吼，唔是对方位起来膜拜，所以咱就是正宗的吼，咱即摆现在朱温，这个时阵是正宗的吼，啊，这个大道普传属于正确，你真个世间吼义行啊，义行就是在讲。哎呀，这向天咱这样子讲，咱向天的力气行，去做就是义，就是义有义的，哦，所以义家义啊，就讲按照有道理、有这个有规矩的代志，按照道德仁义去做，都叫做义啊，道德仁义。所以咱这样子这边讲话的用哪话，咱啊依照道德为依归，这个是。哦，所以人讲礼门仪哦，就是讲正宗的行为，叫做仪。所以仪行公常伦理片天下。所以今仔日三字一文儒德一文，就是要推片这个公常伦理，纲常伦理咧。因为咱中国本来古早就是公常伦理，哦，这个是呢意识。一旦是到现在，因为世间拢是追求着科技。啊，就是这个叫做公名，啊，所以把公常伦理这个物件从我无形啊。啊，公就是三公，常就是五常，吼、哦，也就啊三公五常，啊，大家是伦理，也当骗人哈。所以这个现在天生普通这个因缘呢，也当天下的拢拢也当接受咱一贯的，就是因为咱无叫人离开这个社会，无叫人离开家庭，所以公常。对，所以这位现在一贯都普遍传遍世界，现在是108个国家，哦，有58已经有申请合法。所以今年这个马来西亚，你想马来西亚一贯的总会，哦，啊，今也是五年会，啊，第二个年第这个也是印尼米兰成立米兰分会，因为伊也加大总会啦，所以就成立米兰分会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大道已经普遍的世界，所以呢，这个这个大道这个世界性也叫做国际性，不是单单大方人的事，包括非洲，包括美国，包括英国，包括其他的国家，阿拉伯伊都足相信咱这块地的这个文化，哦，所以这对是一个功能。也阿拉这边这边也三线会面，甚至个三线就是国家。老祖师师尊师父，师尊就是这个话来转世，师父就是咱观音菩萨来转世，所以就是这个三界。所以咱今日天界是一是的这个印这个三界的规律，就是叫这个道统传落来，给这个接代给祖师这个规律，化众和合，哦，化众要化众，要度化众生。咱来有和合，就是讲和而不留。所以讲，这个世间虽然咧交世间人做一些修合道，但是咱和而不留。东方哦，人讲东方东方行哦，
和光同尘啦吼，和光同尘。所以咱交世间的人相共和合，但是咱在心的合作，咱有佛归道智，佛的归，所以咱即卖即道有修五戒，叫做佛的归。吼、哦，咱若有存这个概念，自然咱人生伫这个修道的范围，咱就会归到了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佛归道智，归就是佛的智，归道智就是讲咱的心内这个儒家这个智，吼、哦，方便是讲智。所以咱食这个规矩，规矩就是讲，大家我爱福官，阿大爱福，所以官员阿大福，哦，叫做规矩，大乾坤，安尼咱互咱世间的这个男女乾坤。这另外这边边啊，这边个杀刀剑刀落，破船去犯规，连续心犯。哦，这边是讲咱祖宗建国，当时伫这个来做的是呢，十七代祖祖。十七代祖祖祖，伊食把迄个刀穿了，祖祖了后，伊叫伊等于等于等于山东开封，所以山东伊也就动怒，哦，啊破船一关开始，一关就伊也开始，哦啊毁灭属心犯，这个毁灭心犯就遐正常个，啊这边一关，这边啦，发现最近大会三元殿分别两年，一年一年，唔是几下年年。就对了吼，啊，这个就是讲发现这个，就是讲师祖普渡伫山东，师母建温开科伫四川，四川，啊，所以接着接着已经建温未来，咱将来这种以后是中华大会，咱大家拢若是做听捌听讲中华大会一句话无？未来中华大会就是伫四川，啊，所以把它设伫西秦，吼、啊。下讲个大会，西秦就是四川啦、啊，哦，啊，后人叫西川，所以过程是先四讲个呢，公发现西秦大会，有些，规划四川和金市，桂林北海庆丰文，桂林北海庆丰文，这就是咧讲中华庆会丰文会议的时阵，庆会是某一个所在。所以才讲大会三元建分别两面，好，这是这两句是简单的这个意思，好来，先去嘛，先去吧，好。